很多人都知道时空胶囊吧，就是会把很多过去的小时候的东西放进去里面，约好几年之后再来打开来看，其实蛮浪漫的。倒是桃园市立中心国中邀请了过去的师长回归，大家约好要挖出八年前呢、一起埋下了时空胶囊啊，结果呢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啊，主要是因为呢担任胶囊的这个塑胶收纳箱防水功能超级差，所以他们打开之后发现，哇，这八年来水汽全部跑到里面，导致当年放入的照片啊、信件全部都在泥水当中，就直接泡成了一团烂泥，什么都看不到。